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嗨，新的一年啊即将到临哦，在这边呢，祝大家啊猴年都能够事事顺心哦。在猴年呢啊，冯伟杰单飞啊，推出首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天后袂单人》哦。也希望啊每一位朋友听了我这张专辑呢，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幸福哦，也在这边预告一下啊，大年初一到初五啊，冯伟杰的《天后袂单人》专辑将在台南的安平老街，在台南的安平老街下午2点到5点有一个啊，跟大家面对面近距离的一个啊，冯伟杰新歌发表的一个签唱会，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都一定要来哦，大年初一到初五。安平的老街，2点到5点签唱会，等你哦。